已经上咗岸嘅汤宝如汤记，继两年前自知推出广东新歌《独爱》，回归乐坛，最近再次掏腰包灌录，由校长谭咏麟作曲，梁伯坚作词，讲大爱嘅新歌。汤记更加请嚟泰嘅乐队成员邓建明 Joey Tan 做监制。支撑佢咁大手笔嘅原因系乜嘢？系理想啊！佢话虽然唱咗29年歌，但热情都未减过。咁我中意唱歌，如果我唔再唱嘅话，咁我觉得我唔好好辛苦啊。仲有佢有新，即系佢都手痕系咪要勾下？要出新歌噶嘛？咁人都要向，即系都要做翻嘢噶嘛？即系你冇理由成日都要唱翻以前啲歌系嘛？好闷啊，我觉得。咁你通常做一张唱片，你唔再唱咁，我弹冇歌过咯。你冇唔好谂收入啦，你谂住系个过程啦。啊，咁要钱噶嘛？啦，咁你为咗理想就唔好谂咁多嘢啦。哦，哇！